2023年3月23日 shaku shaku 当 lucky mas 开始咯，这样子很好。我现在我只要随便扶手动力我觉得它会差。2023年3月23日，我今天日子记得很清楚。OK， 蘑菇柚饼，星期四。然后我今天来见到漂亮的美女坐在我旁边，还有帅哥，两位是不是？然后我是吴白鹿，我希望大家叫我白鹿师，天上那一只鸟 ，Egret。E-G-R-E-A-T Great 就是很棒的意思，那也是代表台湾的一只鸟儿白鹭鸶，腿细细长长的。因为我在中国时报有发表过一篇小小的文章，就说你们只要见到天上那一只会飞的鸟就会想到我。那我有到很多的学校去任教过，包括新民高中的英文，还有黎明国中的英文教学，帮胡志强先生，以前市长，欢迎思想的诗，思想的诗 ，OK， 如露又如电，就是很快，所以我的机智是很快的一个人，甚至有时候科学家都抓不到。只能这样说，因为我们比较属于这一类的人，所以有时候会跟超现实跟现实社会面，我刚刚有在提到，就大家有时候会连接不起来。那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不会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他不会的情况。那现在给我2分钟讲，所以也很谢谢。我要在这里 stop my interview。谢谢，好。